来看到高雄路的一间这医学专科的学校，和学生囡仔指控有三名职员伫办公室讨论一名有伪装阿伯他们的查甫学生，啊言论有来牵涉到歧视，和边啊看到听到的学生囡仔录音放去社团，即马学校来正式讲开始有发生这件代志，啊这职员已经后悔，有那向董树林来回起来。下课时间，同学拢行出个教室。即间伫高雄的医护专科学校，顶个月27号有学生录到职员伫办公室讨论另外一名男同学的装扮，因为言辞有可能牵涉到轻视，同学甲即个对话放起哩网络。看这么明显，家里的长辈怎么可能不知道？对啊，太明显了，可能绑头发吧。我是没有，他还有化妆哎，只是他整个散发出来的感觉。针对不足的部分呢，以后我们继续加强对于教职员工性别意识的部分。那这三位职员呢，我们现在请那个学校辅导中心安排这些性别意识课程。同学替这个男同学感觉非常的不公平，指控职员是性别的轻视，学校证实这件代志，职员事后非常的后悔嘛，讲无妥当，已经甲男同学来核实嘞。对方讲无感觉无爽快，未申诉，转案未到审评会的阶段，但是职员的考绩会受到影响。不恰当，就算他们私底下要讨论，也不应该在公共场合这样讲。会，还有有被嘲笑？并没有，我们学校是一个很多蛮多元的学校。这篇文章真侪学校的学生拢看过，有人感觉无妥当，有人无感觉。不过专家认为，这就表示学校对着性别的忽视还够无够。这也凸显出我们校园对于性别平等教育的忽视，以及不够落实。张乃谦建议学校应该落实到性别教育，不管什么身份，也是性别，拢应该互尊重，因为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自由意志来选择。记者王刘婷、林昭权个人报道。